主持人好，央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蔡成玉，我现在在海南三亚，2024年来到了，我在这里祝愿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回首2023年，我演出了一部意大利语的歌剧《茶花女》和一部德语的歌剧《风流寡妇》，并且在北京开了我的个人音乐会，还有一场我研究生的毕业音乐会。2024年我会继续努力，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。今天是元旦新年，我在这里送给央视频的朋友们两份礼物，一份呢是我的黑胶的一张 EP， 另一个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新年的音乐礼物，有风自来。视线凝聚又延展，你在引领发现，晚来春季或纷繁，你在勇敢呐喊，起于清贫之间，见证大地河流的温暖，孤荡高山之巅，记录沧海桑田的变幻。有风自南吹过，化成百花灿烂，有风自南拂过港湾，百舸千帆，有风自南带着木棉的花瓣，探索新的地平线。前端，你在引领发现，声音纷繁又纷繁，你在勇敢呐喊，来自小草野间，见证大地河流的温暖，武当高山之巅，记录沧海桑田。走在今天。